上集提到，反修例示威期间，不少前线社工参与暴力示威最前线，口口声声话提供情绪支援，提醒示威者被捕的权利，直接间接咁催生了过去一年的暴力不断升级的乱事。原来除了走去前线，在社会上、学校里面，这班煽暴的社工一边挂住公义在口，一边又散播仇恨言论，令年轻人产生错觉，敌视不同政见的人。今年六月，有团体揭发荃湾官立小学有学生画了一幅黑衣人放火，火烧手持国旗的蓝丝和送中条例的图画，画上面写着 Fight for Freedom 和 Kill them 的字眼。图画令家长和市民震惊，亦都有家长投诉该校的驻校社工在小息的时候问学生知不知道什么是五大诉求，还说答中有奖。大家可能会问，教育局先后将两名失德的老师取消注册，但社工为什么好像毫无监管的呢？没有听过因为反修例示威所作所为而受到惩处，那和专业操守又相不相符呢？去年黑暴阴霾下的开学日，不少警嫂都忧心忡忡，甚至公开发信要求社会正视他们的子女，原因是子女被起底，被同学知道他们是来自警察世家，遭到不同程度的欺凌，甚至身为注册社工的曾建超在社交媒体发帖要求网民好好地招呼警察子女，又曾经发帖指警二代受欺凌是报应。更离谱的是，他曾转贴新闻加上黑警死全家字句，有意针对警察相关群体散播仇恨的言论。曾建超一事只是冰山一角，过去一年大家见到的是一个个煽暴社工身体力行地去制造仇恨和对立。好像本身是注册社工的东区区议员李裕信曾在社交媒体上留言香港警察蓄意谋杀，更指控暴警就是狗，亦不断散播八三一打死人的假信息和煽动仇恨的言论。而另一位注册社工吕志恒更加摆明居马地针对蓝丝，在他的社交媒体不难见到他转贴文宣去诋毁支持政府的人，更散播失实的仇警言论，好像八三一屠杀、新屋岭集中营、手足被失踪等仇警的言论，用来呼吁示威者上街。他今年六月更加发起投诉蓝丝法官街站，针对政见不同的司法人员。去年 G20 峰会召开时，他更加跳海去示威。正当一班前线社工嘴边成日挂住执仔为由去前线妨碍执法，吕志恒身为注册社工却率先去示范跳海示威，鼓吹轻生，完全违反了社工应该有的操守和基本价值。跟老师一样，社工成为了年轻人仿效的对象，他们激进的行为很容易令年轻人入晒脑，有样学样。这班所谓表里不一的煽暴社工，原来正正是制造仇恨、潜移默化年轻人去敌视不同政见群体的人。社工专业操守所追求对任何人的尊重，以及消除一切歧视的存在，仿佛荡然无存。为什么现时制度会容许这些事情发生的呢？现时社工主要由社会工作者注册局所监管的，但原来注册局里面有15位委员，有8位是选任成员的，全部由发动反修例示威的社总保荐入局，拥有决定性的票数。当年曾建超被投诉违反社工专业操守，社工注册局纪律聆讯委员会去表决惩罚曾建超的时候，正正由于社总会长伦志伟投了一票的反对票，令曾建超没有被钉牌。现行社工注册条例所规定，注册社工除了干犯纪律与性罪行、虐儿、儿
嚴重傷害人身及拐帶兒童相關的罪行，曾犯罪入獄的都可以經註冊局決定獲得註冊社工資格。即是說，若某社工參與暴動而被定罪，都有機會出獄後繼續註冊。根據社工註冊局的數字，去年接獲社工涉及對公眾投訴有36宗，但是一宗都沒有轉介到註冊局去召開紀律研訊。由此可見，現時社工註冊制度根本不足以令社工保持不偏不倚，他們往往借維護公義為由發起參與暴動或者參與示威，甚至包庇暴徒、阻礙執法者，還斥責他人妨礙他們彰顯公義，這些又是不是他們的特權呢？下一集偵查煽暴社工，繼續和大家揭開他們虛偽的一面。